你给我过来！喂，你干什么？刘彩凡，为什么你要设计陷害我？为什么你要破坏我跟韩燕的婚事？为什么？她是我女朋友，你少碰她。儿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一楠，有话好好说。 这件事怎么会扯上彩凡呢？赵立天，既然刘彩凡是你的女人，你就好好管管她，叫她不要破坏我的名誉，破坏我跟韩燕的婚事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还是我来说吧，韩燕，你一定很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。 对不起，那个女人就是我，彩凡。我已经有了一男的孩子，再过10个月，他就要出世了。彩凡，你在说什么呢？ 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，所以我带来了化验报告。你怎么可以证明这孩子是一男的？我不需要证明什么。 因为这件事情，我跟易南都很清楚。刘彩凡，你能告诉我，你跟这个男人到底干了些什么吗？啊！我们做了什么，还要跟你解释吗？刘彩凡，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跟谁有的，但是那天我喝了你给我的酒之后，我就昏迷了。 一定是你在酒里头下了迷药，后来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。一句不知道就想算了吗？那诊断报告也是假的。就算诊断报告是真的，你怎么证明孩子是我的？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验 DNA。 依南，我知道你有苦衷，你不想承认，你不认我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不能不认这个孩子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！你简直太不要脸了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缺德的事情？ 我们刘家的脸面简直让你丢尽了，妈，以南本来就是我的，我现在让他回到我的身边，不可以吗？他是你男朋友，我呢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不说话是吧？ 知道你是个狼心狗肺的女人，怪我错看你了。今天你无情，别怪我对你无义。刘彩凡，算你狠。哎，韩燕，你不要碰我！韩燕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没有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我真的没有。我答应过你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你拿什么来照顾我？ 你现在已经是有孩子的人了，你用什么来照顾我？
我还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的。我恨你！海燕，别碰我！都是你惹的事。 从头到尾都是你设计我，你设计我跟你结婚，然后一脚踢开我。等到我真心想把你忘掉的时候，我真心想好好跟海燕过一辈子的时候，你又来破坏我跟海燕的婚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刘彩凡，我第一次。 这是我第一次，我真的希望你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出现过，别再碰我了。好，你杀了。 让我永远从你面前消失。拿着，彩凡，彩凡，别冲动，别冲动啊！小心身子。